什么手段？我的怒火不可约束，铲子左右不了匠人的意图。品味不错，适合搭配狂怒与激愤。特效还挺好的，这不4亿人民币吗？要不然4亿人民币都花哪去了？在你四周，敌军还有30秒，这也太歪了。那是我的铠甲，这都能抠歪来呀？5块，不亏。唉。我何其怀念水中困着血的味道。那今天就是重温的日子。你想看蓝海，那不行。你的族群到此为止了。好闪，绝不留情。是莫克萨斯人。没音效，怎么没音效呢？零提升，那、啊、你女生自个儿要啊，所以没办法，零提升，那也只能忍着。其实这凯隐这个勾八英雄啊，打线上根本不行，除了一级还能厉害点以外、啊。其他的是真不行。死亡偏爱愚人，许多阴影在你四周，在你心底。那是我铠甲。这波好快的刀啊，会一败涂地。这波不能跟他打，打不过他。到底拉雅斯是什么意思？无从。
也受到了吧。扣啊，我精通战场上的每一步。你是不是觉得自己很帅？啊，你是觉得你很帅，刀很快是吗？出可喜了吧？好吧，你知道自己想要什么。他们的尖叫会在这里反复回荡。严雀叫低素质。应景啊，名字可以。An ally has been slain。好像变不了身呐、啊，嵌入了血肉中，我很难过呀。嗨奶奶，我觉着你有9999个圣诞袜吗？这么牛？降下黑暗。蓝凯加强了，加强了，跟我红凯有什么关系吗？蓝凯加强了，跟我红凯有什么关系？我杀。
你怎么一下卡都没扛啊？啊？怎么都是我扛啊？一下没扛啊？啥玩意儿呢？这小炮塞拉西过来有什么用？让他来。坚持到哪样啊？好难学。我觉得这样确实比走路好一些。安边。我等不及要撕裂他们了。细节拉满，扣上墙。我跟你们说，刚才这一手灵性猎手给我救了。放你马，跑得太快了，不好杀。哎呀，你辅助你抢什么兵呢？阴影是真的，教团的秩序那就未必了。我是不是出来了？我好像草外蹲了。算了，直接给我越。瞎子怎么不把我当人呢？不是我，我靠，无数鞋吗？跑那么快呢？蓝打野刀没进化呢，他也不加移速啊。对，他还能价值300呢。伤还挺高啊，确实挺高。这瞎子出的暗爪，出的穿甲爪，
哎呦，这么歪！哎呦，我太喜欢这招了。可怜的白银，金木水黑，不能怪我。借给你，我拿个蓝，没问题吧？过来干嘛来了？An enemy has been slain. Tusha, Haoji, Sao Luan, since the day of the Hao Nan Yuan. I will go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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.凭什么要蓝 buff？ 你也配？这局你看过书了，老板，
这瞎的伤害真挺高。我的穿甲能瞄我。搞个黑切九头蛇，这瞎子还给我带过来了呗。哎呦我挺能躲，该我了吧，往哪躲呀，还跟我往回还走位呢。不是我 W 他们老在那走我的位你知道吧，我都搞不懂走什么位，你就吃就完了呗，躲开来怎么的，你不死啊，没一点不自觉，搞得自己很帅，不过在这一尊走位。不行，我得要个影魔刀啊。我会通知你的直系亲属。
九头蛇没什么用，我得要个影魔刀，不少伤害，我至少我的这个技能真空的时候需要保个命。好吧，刚才那刀不行。Shut down。Victory!